我们与平常夫妻相隔山海，终究无法跨越。你都看到了吧？第一次在宰相府见到那个替身，我就觉得蹊跷。你觉得可以瞒过我？老狐狸，我就是要忤逆，破坏你的苦心经营。愚蠢之极！你觉得凭你一个人就可以将我这么多年的谋划啊付之一炬吗？啊？那个替嫁之人说他和顾盛还有血海深仇，我不过是成人之美罢了。他已经为顾盛寒所用了。哼，看来任何人都不想与你这个老狐狸为伍。来人，从今日开始对小姐严加看管，不允许踏出厢房半步。是，走。等着吧，有你表现的机会。将军，我们的人都如数撤回登高台了。我本以为昨日会有一场恶战，没想到夫人竟站在了我们这边。他本可以交出令牌，取得徐国如的信任，但是他却没有那么做。说明夫人的心已经倾向您了，不再与徐国如为伍。失了兵权又如何？但我这次赌赢了。将军，这是怎么了？崔尚书拉着将军饮酒畅聊，将军不胜酒力，属下还有公务在身。我来吧。没想到你这个人也有弱点，如此不胜酒力。我不装醉，崔尚书怎能罢手呢？原来你是装醉。崔尚书的酒量深不可测，我若不装醉，今晚恐怕回不了府，脱不了身。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回府？庭前花落，一池海棠开几枝。见你啊。月下抚琴，遥寄当年。你不是没喝酒吗？脸怎么这么红？挽袖掩墨，走笔轻易写满纸。一句一幅，笔影我如昔。今年一曲花，本将军今日很开心。嫂嫂，盛明心绞痛发作，客户向嫂嫂讨些药来。好，我马上来。你，我去给小叔拿些药，去去就回。我的药还没吃。将军今日身体不适，我不方便走开，还请小叔先去医馆看看。可以放手了吧？我去给你拿药。依旧是我最好的药。庭前花落，一池海棠开几枝。月下抚琴，遥寄当年他。
袖淹没走笔尽一些，为什么我想要的一切都让你得到了，一句一幅笔我如昔，今年一去花又开几许，此生未伴君朝暮万里，这旧梦故里深锁前世记忆，梦醒推窗却不见你。夫人怎么了？将军累了吧？我去给你拿点解酒的汤药。小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派人寻找许久，至今没有徐六郎的下落。若他还活着，不可能没有线索。会不会那天你看错了？可是那人跟徐六郎长得十分相似，我是不会看错的。可是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他呢？别急，安福堂自从那晚出事之后就被查封了，顾盛寒不准任何人进。我们或许能在那儿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对，安福堂，我们可以去安福堂找找线索。可顾盛寒最近看你看得紧，你如何甩开他出府探查？除非月圆之夜。那我们就约定三日之后的月圆之夜，那时候顾盛寒一定不会出府的。将军，夫人与二少爷一同出府了。他们一同出府？是。去了哪里？安福堂。将军，您不能出府。阿姨出现在哪儿？身份很容易暴露。此箭头上已抹了迷药，我若是毒发，有任何伤害阿隐的举动，务必将我击倒。将军，将军，徐六郎救治过的人，将他的灵位立在了这儿。你不必再忍，我早就知晓你是他的女儿徐隐，也是与我在草庐相遇的阿隐。你早就知道？我说过我会帮你，所以在我的面前，你不用有所顾虑。你果然来了。
大哥，跟我走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这个杀人的恶魔，就是你杀了我爹。回去我会告诉你一切。走。你放开我！你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。走。滚！浮生的幻战，花容年轮，只念苏醒于第四一吻。草枯从未有痕，将军埋藏了一生。将军宁愿自残都不愿意伤害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听他解释一句呢？可从未有情深，叩响我心门，回眸是错过最初的人。可念俱熄，纷纷如梦，无人同枕，忘却所有，斩过岁月残忍，枉我百岁淋一场雪。转身奔赴来生，若有幸与你白首，命运携手这一诺几分？可念君心，深深还你，无人同枕，忘却所有，斑驳岁月残忍。两生双眼铸成，先来了心语。遥望去世陌上芳草萋萋，好情绪舍不与你。夜风忽而乍起，沉睡着涟漪，最怕月圆成曲，相思笑意隔音断了几分熟悉。纵情深林里，你只期许我曾只胭脂茉莉，胭脂茉莉朝暮两相依，从前世便是容易，前世山海如归期。